他们说你的进去上海可以见我们十年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一百年。那我不会被抓走去研究。火不火？看辣房，橘子辣房，我来了，橘子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。 看这时候感觉你在那个军演很轻松，很放松的想知道就是怎么做这么放松轻松的。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基本标准，不是你演得很紧张就奇怪了呀，啊，然后再加上可能这几年也在各种这个机关单位里待的时间比较长，啊，所以就能体会也能理解他们的那种模式吧，工作模式和性质。 然后还有作为一个队长和其他队员之间沟通的方式。我刚没告诉你们在他了，别乱跑，别乱跑。你也没告诉我，我进我还进你啊？不用那边拍了吗？我是救火还是救你啊？你自己有啥让过去的时间？大家在消防区旁边吃饭的一个扣子。哦，对对，那个我看到过，那个好像刚拍完我就在网上看到过。你有啥发言意见可以让他？看到过是在人群里找不到我。我觉得我们是需要融入人群的，我不能你演消防员站一排一眼看到你了，那说明你有问题，因为你不像，你说你站一帮消防员里面，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，那是不是你自己有问题？我现在没有什么偶像包，我看吃饭啊什么各方面的事情。我好像一直没有这玩意儿。 我姓石，无论何时与你相识，我都值。我姓石，执笔写词，犹如骏马在奔驰。然后补了他，现在就是很多场戏，很多部剧都是纯素颜拍，这不也是？我就补了点眉毛，然后脸上就是没东西了。其实王牌那会儿我就不想化了，但是王牌我需要变黑，所以就每天把自己涂黑。从那之后我就不化妆了，我觉得都有影响。很多戏的时候你就会不敢碰脸，因为你一碰它可能缺一块弄一块就很麻烦。你喜欢化妆吗？ 那你不会觉得脸很闷吗？不会，没有很累。你说我演一消防员也警察，其实我觉得不画比画强。你画了之后太精致，反倒有点不像吧。那消防员皮肤特别好，又白又嫩的，那感觉他不是很能保护我。其实有看你跟李子一起对戏的花絮，你还在帮导演设计一些怎么让两个人互动更火嘛？其实我们这个他从火光中走来是有原著的嘛。 啊，因为我看过一点，但那原著我觉得没有办法电影式化的啊，因为它那个恋爱部分占很多啊，然后也比较这个刺激。特点你看没有办法完全呈现。我这呈现不了，这我也不能自己拍不播。我们拍摄过程中其实面相就很少，然后我和妹妹俩就想。 但其实为数不多的这种见面、恋爱之后的那种见面的戏里，去多表达一种这个恋爱的感觉。因为我俩见面前半段，没恋爱，确认关系之后，没咋见了。那我们提到这个剧里面有不是有火光男团吗？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。那如果他们今天用动物来形容一下，那他们会有什么？我觉得我在火光里边算是。 狮子，啊，这个领头的狮子，子琪呢？子琪像是这个外来，就是不是我们这个狮群的一个另外一个狮王，老要搞我。我会一直盯着你的。唐小天是长颈鹿，不是长，整个人都长。 张凌赫是啥呢？张凌赫，我看弹幕都说他是牛。我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是没有看那个视频。啊，这唱的是戒烟啊。 他应该是那个有很严重的鼻炎，他在我心里不是牛。还有什么帅一点的动物？嗯，豹子可以，豹子可以啊，别牛了，都豹子啊，我们都是 marker 动物，给人整个牛。什么是男人最好的姿
男人最好的医美。我觉得运动，我专注，男的专注的时候很厉害。你看火光的时候，我们那会儿这几个健身的，我跟老陆会，我俩约过几次，剩下的都是可能十二点或者是快凌晨的时候去健身房，有时候能偶遇跳天儿。两个人半夜凌晨，一个在撸铁，一个在有氧。拍到你是凌晨的时候去接那个王子大白，然后你们俩去吃烧烤。我不是接他下班，我是去现场玩一会儿。对，所以上部戏我胖了15斤吗？那你知道就是变大数据开始有考古这个，那你有什么怕大家考古？还我还好。那个还好，那个我看着的时候没有感觉不是。那会儿年纪轻啊，那会儿你做这个事儿，大家觉得哇，你现在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？我觉得啊，会适得其反的，真的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？非常稳定。怎么知道？大家都说你的精神状态就是领先我们10年。啊，真的吗？那我不会被抓走去研究吧？之前我也年轻冲动，时间长了就发现，一个是不需要，一个是不应该啊。你不需要很多事儿那么敏感那么紧张，你也不应该很多事儿那么敏感那么紧张。你跟大家，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很和平和的去交流和相处。有没有看过消防员电视台的影视剧做参考？有。你本人和林路霄的相似度有超过80%吗？相似度啊，我觉得有。最近好像有，但有时候喝多了我就发现不了了。最近上网冲浪有没有看到过你不太懂的梗？会有。那天我问一个，我看网上说不雷不雷，我说不雷是什么意思？不雷在网络用语中是不讨厌的意思。生活中有没有助攻过别人拉椅子？有啊。有没有被拉入过什么奇怪的群聊？没有，我没有什么群。那有没有回复过别人60秒以上的语音消息？没有。因为本身我自己就不是很爱听这么长的消息，所以我不给人发。读网友评论并回应。看了《他从火光中走来》里的黄景瑜，我的生理期都规律了。这是有什么科学上的依据吗？怎么能让这个规律起来？是早睡早起吗？还是什么？因为很开心，对，心情好了。黄景瑜，我们内娱自己的双开门冰箱，一副看起来就很行的样子。伏特加里兑旺仔牛奶，一个黄景瑜给你千万种体验。我前日才知道双开门是啥意思。伏特加对你对旺仔牛奶，昨天我跟他聊呢，我说我是茅台兑牛奶，我说咱们是传统中国酒。你可以不相信资本捧人的审美，煤老板砸钱的眼光，但你一定要相信中国丈母娘挑选女婿的刁钻和毒辣。黄景瑜一款丈母娘严选的体制内男友，据说只要到他的局部了，连楼下大妈连广场舞都不跳了。是，就是说这个我覆盖的年龄层比较高吗？掌柜就是认可你做女婿的广场舞大妈们说点什么？该吃吃，该喝喝，遇事别往心里搁啊！今天还是高兴最重要，没事看看戏也挺好。谢谢大妈。现在都有这种对着镜头骂人的要求吗？你要是不能干，就赶紧给我滚蛋。夹子音这很难。你要是不能，哎，这还一下不会夹了。你要是不能干，你要是不能干就滚蛋。